第十六届中国西安国际珠宝玉石展览会，这是一些彩宝裸石，面前的这个是黄色黄水晶，哎，这个绿色是葡萄石啊，黄色是黄水晶，蓝色是托帕，托帕石，全部都是改色的托帕，浮照处理啊，浮照处理过的托帕。上面那是水晶，上面浅色浅蓝色那个是海蓝宝，这个一盘是水晶，都是水晶。这是海蓝宝，海蓝宝。嗯，这是海蓝宝。这个是51克，这我识字，这不都有字？绿的这个是葛透灰石，葛制色的这个透灰石。嗯，上面那是锦青。锦青石也就是那种，它又叫锦青石。这个粉色的是粉晶，也叫芙蓉石，上面那个橘黄色的是火欧珀，橙色的那种火欧珀是欧珀的一种，墨西哥产的。啊，右边那个，这月光石也可以。右边那些蛋面那是月光，对，这个是月光石猫眼。可以，月光可以。你好，月光让我看一下。这个咋卖？这个12一克拉，这一粒大概就几十块钱。12一克拉是吧？对。你多拿几个，我挑一下。这有没有一对啊？这个是一颗翡翠，翡翠的冰种翡翠的一个蛋面，可以做戒指，可以做耳钉之类的。三个吗？这些都是水晶啊，多半是发晶。你看那里面那黄色的，跟头发丝似的那东西，那个是水晶中包裹的一种包裹体，它叫金红石。金红石啊，你看相对那边颜色更金黄一点呢，发更宽更粗的那些发丝，那个叫板胎矿，和金红石它是同质多相啊。这边是琥珀蜜蜡原石，琥珀蜜蜡啊，这边21克的，还有35一克的海漂，这海漂品质也不怎么样啊。中间有这个虫珀，这还不错，这个当时我看了，基本上每一块里面都有虫子，每一块都有虫子，是这个商家精挑出来的，300一块啊，还不错。但是我没有买，最后没有买这个。这边是10块钱一克的，这个叫火玛瑙，是一种特殊的，应该是不知道是叫变彩还是叫运彩还是叫什么啊。这边是火欧珀，啊，火欧珀和火玛瑙。这火玛瑙咋的？260都挺好看的，都是200对。松石，这是文玩玩家的最爱，绿松石。我曾经也是一个文玩玩家，啊，所以看这东西还是挺喜欢的。但是就是太贵，现在这个松石的价格，你看这一排深色的看到了吗？中间这几个颜色特别深的，啊，这个被称为克万色系。那个、当然现在很多也都是泡油的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泡油，不代表它就不好了啊，泡油不是说就是假的，这个是不是的啊。还是一些松石配饰啊，这边就便宜了，哈哈，明显看着没那边看着舒服。这边是一些南红，这东西我不怎么喜欢，挺喜欢的，但是我不喜欢把它做成珠子，不喜欢手串啊，这东西挺招大妈喜欢的，周围围着的都是退休大妈。这一眼看过去还以为是松石呢，其实是孔雀石啊，孔雀石。这玩意儿非常便宜，孔雀石不值钱。后面有这个大摆件啊，那疙里疙瘩那就是原石啊，切好了以后可以做章子，可以做手串。这是长那样的。
欧泊链，这是一串非洲欧泊啊，非洲的欧泊，非洲欧泊没有澳洲的值钱，差的很多。啊，非洲欧泊不能见水，一见水就不稳定了，那个变彩会消失。啊，澳洲的就一般没有这个烦恼。中间这是一堆老蜜了，啊，他店家说的是欧洲回流的老蜜了啊，没有细看，没有细看。这边也是，老蜡都是很多年的。对，这是大三个毫米的，中间那盘你看见那个吗？这盘里这个叫佛罗菩提。不是，如果你是一个老文玩玩家，你肯定知道这东西。这东西当时挺火的，前几年吧，前四五年挺火，现在已经没人要了。这个是和田玉，和田玉的一些雕件。老蜡，蜜蜡雕件，白蜡，中间这个是雕刻的白蜡的龙牌，这还不错啊。蜜蜡中白的最贵啊，白蜡最贵。像这种左下角这金角蜜就是最便宜的。这边是红珊瑚，中间不是这么红的这种品种叫墨墨，特别深红色的那种叫阿卡，啊，是不同的品种。都是红珊瑚，这就到了这个满汉全席这块，每一届珠宝展都有啊。满汉全席，这都是用石头雕刻的，所有的都是用石头所雕刻成的，啊，有蒸羊羔，有蒸熊掌，蒸鹿眼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煮鹿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是晾肉香肠，什锦酥盘，熏鸡白肚，清蒸八宝猪，江米让鸭子，啊，什么都有。啊，还有这大米，这大米都是一粒一粒雕的，你一摸都是散的。哇，这鱼长得像一清道夫似的。还有海参，海参倒比虾仁贵，虾仁50买一斤。那边还有虾仁，好家伙，这居然还有一汉堡。这些都是一些大型的石头雕件，摆件非常的大，各种玉石的雕件都是大摆件。有一些雕工还是非常好的，可能都是巧雕的，很漂亮，就是太贵。脑门上这一个雕一个雕，要是不贵，高低整一个摆件。脑门上的黑凤那是上的。就给你把这抠了。还是大摆件，大雕件。但可能没人家这么好。他那是那个啥？这个就不错，喜上眉梢。批量也都是一个人一个人雕的。他是雕一个东西。哦。是哦。镶嵌。这几个红的要贵一点点，哦，这个，其他的我可以给到你们450那样子。岫玉的雕件，岫玉的大雕件，岫玉就是辽宁岫岩的蛇纹石。还就到了这个琥珀蜜蜡，可能是海蓝宝。又到这个彩宝，绿的是橄榄，这绿色的是橄榄石啊，左边这些长条的是碧玺，上面这些绿的是祖母绿啊。有啊，不是有啊，好像那个帕拉伊巴一闪而过没拍到啊。这一些呢是海蓝宝，海蓝宝的一些素面。这个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大部分都是煮过胶的，也就是有冲填的啊，这个注意一下吧。这东西我上次问过这个商家，我说你这是注胶的吗？他死不承认啊，死不承认。要承认的话其实还没什么，你要不承认这就有点不地道了。海洋玉髓的，这块儿咋卖了？
小素面。这个350，这种是做街面。里面有类似松花蛋的那种感觉，这是战国红，河北张家口产的战国红玛瑙。我之前有一期切过这个原石啊，这是一些雕件的成品，还是非常漂亮的。那半只从上面带天眼的、这个就是、像中间这个、哎，没拍到，这他妈贼小的，这个手串，这个手串是铜料做的，一块石头做出来的，也是非常贵的。这是两颗配对的裸石，左边那是海蓝宝，右边那是摩根，都属于绿乳石啊。这些是一些碧玺，这是红宝，这是坦桑石，力度非常的大。这绿的是朱木，底下这绿的是橄榄，明显能看到色调是不同的。最后吃一碗这个西安的凉皮儿，准备回家。